3月9号，最近带娃带到疯魔的我们火羊宝，居然无意中被小 Jackson 给强吻了。虽然只是亲到了嘴角，但那也是我签的迎宾小初吻啊。本老师是在努力克制自己，不去和小屁孩理论吧。不过被亲后害羞的我们阿喜，也是带着大大的斗笠，挽起裤脚，化身成田园小农夫，下地干活了。看我牵着沾满泥巴的双手和双腿，这开怀大笑的可爱模样，果然这才是一个16岁少年该有的朝气和笑容呢。不过就是这样一个脸颊上留着泥巴印都不在乎的小小男子汉，之后在路上遇到一条狗狗时，却被吓得后退绕道，艰难地避开着汪星人呢。虽然我前曾经说过小时候就和妈妈一起被一只狗吓到过，还想着快快长大要保护妈妈啥的，但是宝宝看你目前的状况，还是本劳先来保护你吧。芒果劳新闻，怕狗狗的异样迁徙，今天也是全世界第一小可爱呢。好的。